康哥来今天想要向大家推荐，我们认定一个人魅力的时候会有很多种的标准。前一阵子日本有一个调查，是把一个外形非常不出色的男生，可是年收入很高很高的，跟另外一个外形很出色可是年收入很低的人放在一起，就没有想到就是绝大多数的女性她们选了那个外形很糟可是收入很高的男生。然后当中有很多很务实的人就说，把他的钱拿来叫他去整形，或者是把他的钱拿来养一个小狼狗男友都可以。所以呢，在我们排除金钱的原因之外，我们希望建立一些不同的认定魅力的标准。有十位勇敢的男士今天要来参加这个竞争，欢迎各位，你们好。康熙调查局今天针对现场十位男艺人进行调查，调查的主题，谁是演艺圈最有魅力的男明星代表？究竟现场这十位男艺人，谁可以脱颖而出，成为演艺圈最有魅力男明星代表呢？当中有几位其实算是壮型哈，就是如果我现在只讲浓眉大眼的话，就是已经有好几位都是浓眉大眼的，所以壮型的那几位，你们的竞争会比较激烈一点，因为可是浓眉大眼还是有分帅跟不帅。不帅的就是在影射潘若迪。因为我刚看一下浓眉大眼，浓眉大眼，哦，怎么也是浓眉大眼就是不帅啊？文在很帅。心受伤。那另外，我们今天除了网友跟女明星会参与这次的调查之外呢，现场有三位女生也要加入评选的这个评审行列，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品味，陈希宇觉得男生有魅力，心目中浮现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比较成熟的感觉。成熟。哎呦。成熟的话呢，另外一个就是感觉有肩膀的男生，有肩膀啊。如果成熟的话，我觉得陈木一定出局啦。成熟跟你没有关系，不一定。可是他说跟年纪无关，是。可是像祖雄，我就难判断他算成熟还是不成熟。不成熟，不成熟，不成熟。你看他都穿这种 T 恤了，还会成熟？对啊。陈希宇，你可不可以讲一个明确的，比如说是工作的态度还是怎么样？懂得去保护女生。有。对啊。保护。我好奇，就比方说纳豆，在你心目中算成熟还是不成熟？小心讲话哦。不成熟吗？说实话。为什么？他其实蛮保护女生的耶。对，可是感觉他很他的头发太开朗了，太开朗也不行了，不行了啦，他都不行了，头发太像贵宾狗了，而且会感觉好像他很会跟人家去 social 讨好别人，对，讨好别人，或者是不沉稳，对。你喜欢镇定、沉稳、气质沉稳的男生，这里没有吧？有啊，陈哥哪里看我这里？哪里？我觉得陈哥啊，我觉得一正算沉稳吧，算沉默寡言吧，不是沉稳吧？徐熙娣，十个人当中你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的人是有吗？有这种人吗？你在紧张的，继续先跳就好。张立东，我真的想不出任何一个。你们在座的九位男士能够明白为什么有张立东在这里吗？啊，制作单位表示说，因为就是缺一个人。然后又要便宜的是不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没找到刘德华，我们有这个吴尊在啊。哎，因为他今天要坐在上面啊，可是刚我来之后发现位置不够，我就被挤下来这边。如果是这个吴尊跟张立东呢？他至少还有浓眉大眼吧？对啊。所以张立东没有到，对不对？可以吧？不是，因为我觉得张立东感觉是会跟女生吵架的那种男生。哦，不是，不能因为我颧骨高这样。可是张立东异性缘异常的好哦，别忘了鸡排妹有没有？对，对，还有那个谁啊，方自由有没有？所以他今天是凭着战果坐在这里的，对，就是因为他是有实战成绩，我是凭树枝图来到这里的。因为如果要说丑又幽默的话，那沈玉琳一定是第一名啊！丑，我跟你讲，本来只有一两个人说我不帅，我没有放在心上。后来上次票选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说我不帅吗？我就知道事态严重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社会骗子太多了。你是认为你自己帅吗 ？OK 的。OK 的。哪来的自信？太软了，你不会觉得自己帅吧？有魅力
的男人是不论这个外表的。对，我的 lover， 我的 lover 讲话了。真的 ，Harold， 这个我认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办这个调查，就是因为我们要强调不是只有外形。对。所以如果智慧，如果工作能力，或者是人生态度，都能够带来魅力的指数的话，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就不一定要跟人家拼外形。是啊，对。那可是这依然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张立东在这里。哎，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单眼皮，真的假的？那陈算吧，单眼皮啊，陈算超单眼皮，单眼皮啊，而且我是稀有的大单眼。哎，你叫陈，我眼皮多漂亮，你这是眼皮是那么漂亮吗？看一下，不是，能不能稚嫩？不是，大单狗吧？大单眼。因为我跟他一起常表演，我知道他的私底下，如果他遇到一个女生，他绝对会给找一个方法、一个方式，会有让他开心。他绝对，他会逗女生开心，他绝对会教一个方式。那纳豆也会啊，对呀，对呀，纳豆最，所以我们算是撞型啊。生气不要生气，我看你的脸书，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你的型很明确啊，有生活乐趣的人。张立东没有，我的脸书也很有趣啊，加我看看啊。我不要。你脸书有趣吗？很有趣啊，很好玩。好，所以我们收到一个是稳重，然后成熟。彩提的。我们只能够一个标准的话，你最在意的男生的魅力的标准来源是一个标准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有才华的。有啦！你们在掷骰子啊？有啦，三个六，吓到我们了！今天给你第一名了，都是你，都给你，每一个都在奖你。我们先界定一下才华，因为像在座有一些是唱。表演的人，那也是表演的才华。你的才华到底是指什么？就表演，或是就是可以让女生觉得有点崇拜那种感觉，算就算或是工作能力也算。脱口秀啊，我脱口秀天王哎，我现在在这里会让你们笑。所以彩提，我跟你讲，你确定？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这样，他说才艺啊，我觉得他很危险了。我跟你讲，一个人我比较没有把握，就是如果讲才华的话，是第一排当中。你觉得韩志杰是以什么才华坐在这里？帅啊！他是个表演人员啊！表演人员，表演人员，以前是我们团体团员，他以前是很红的团体。你确定你知道他会表演什么吗？他以前是唱跳团体。哪一个团体？红孩儿。哎呦，有研究过哦。对，韩志杰在红孩儿的时候的才华是跳。我那个时候就是花瓶。卖点，你那时候就是花瓶了，对，那到现在就是，我现在还是花，是花瓶，是古董花瓶。那时候的分工他是花瓶，然后马伯贤是盲场。什么叫烂尾？盲场只有一个当特版 OK。祖雄、陈德烈跟陈木三个人竞争会很激烈。有，陈木是小朋友，不可能抱着冠军的心情了。可是这三咖太帅了。可是我们才华没有前面的多哎。德烈，因为如果是魅力的话，其实就是不只是外表。我们不要这样讲，外表很重要。某部分而已，还是要搭配的，比如说幽默。人类都有基本的才华 ，OK， 但是长得好看的人很少。你要先好看，他才看得到你的幽默。对。祖雄，你今天是抱着拿冠军的心情来的吗？没有哎，我真的觉得没有哎。就是如果今天是真的是比身材，那我可能还比较有自信一点。你跟祖雄的分别就是川菜的一道名菜，老皮嫩肉。怎么比呢？所以沉稳、成熟跟才华，然后请问你的细心跟度量，那也就是成熟喽。对，比如说你咳嗽会帮你倒一杯水的那种男生。对对对对，就是小动作。这个纳豆还不错吧？度量我也很有。有，你好像有，你是有跟女生分手后表现得很好，对不对？就算你分手，我都愿意当你一辈子的朋友的人。哇，这绝对是度量。即使他欺骗你吗？对，他欺骗我，大概前三个月我还不能承受，但大概过三个月之后就 OK。你谈恋爱的时候有被女生赏过巴掌吗？有啊，我有下跪过。被赏巴掌你也就不会怎么样？赏巴掌那次他手上还拿着钥匙，所以我说你可以不要拿钥匙。为什么？
求之虎，这是为什么？他要刮花你的脸，找不到刀是不是？不是，他就刚好在生气嘛，他要开门，那我去他家楼下等他，跟他道歉啊。你是不是劈腿他才？不是不是，我跟他妹妹还有他妹妹的朋友出去唱歌。然后他就是妹妹，你不约他，却跟他的妹妹出去，不是因为他是正常上班族，所以他这就是小动作啊，不是不是，因为是因为他妹妹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绝对死都不会跟我姐讲，我们这么缺人，一定要过来这样子。那我想说，你当然说我要跟你姐先讲，我才能够过去啊。可他姐已经睡了，因为隔天他们要，你这个完全没办法原谅，太可怕，太可怕了。不是因为他妹跟我认识很久，不是很久认识很久的朋友。那你要留一个纸条给，你要留一个纸条给那个姐姐，说我跟你妹妹。有时候后来就遭受很惨的惩罚。这个不可以，这是应该的。我知道。你想看我若莫名其妙跟汪小菲单独出去吃饭，你又不是没有说过。徐玉玲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场与潘若迪大打出手。潘若迪记仇吗？完全不记仇。脾气好吗？非常好。他也蛮念旧的。上次讲那个老保姆有没有？哎，上个礼拜回来了。生气纳豆，就是你怎么弄他，他都不太会生气。我觉得这十个人当中有谁是容易生气的吗？谁容易生气？张立东吗？没有啊，没有啊。张立东很爱生气哦。没有，不乱讲的。没有了啦，我觉得还好。可是有那种会记仇的，就会记在心里，所以可能表面不生气，可是他会记在心里的那种。在座有谁是这样的？潘若迪记仇吗？完全不记仇。脾气好吗？非常好。他也蛮念旧的啦。我也。你不会要抖他前女友的事吧？没有，上次讲那个老保姆有没有？哎，上个礼拜回来了。回来就算了，为什么又要泡澡呢？从美国回来的，从美国回来。所以是看了那一集之后，保姆回来了吗？他在美国看到了，感动。保姆知道他还在想念他。他在美国看了那一集以后，哇，泪眼婆娑。你来老板是爱男的，死全人。很老保姆，很老，死全人。其实每个问题都是山东人。山东人啊，山东人，对，一回来。一回来就受邀一起泡澡，那就打电话给他。没有，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是他打给我问我怎么办。他说老保姆要找他泡澡，他该不该去？你只要确认没有人会讲出去，你就去吧。原来就是要讲出去啊！你讲的全部来交给大家听。OK 啦，你们自己先录。干嘛？你要搬去找老保姆？我给你澄清的机会，然后我不再问他了。所以你讲完，我们就这件事先切嘴，好不好？他过年打个电话过来问一下，真的有啊？不是，他没有看到人。我就跟你说，他们画鬼画，你不要相信嘛。他打电话给你嘛？从上次到现在还在相信你们两个有点长进，好不好？打给你了，他给你，而且对他打给我第一句话是不是就唱歌？没有，我唱歌，优质大本牛。主题不是要讲这个啦，你不是你讲这个，我要讲这个。好，停了停，真是好一点的，哪那么好啦？要没有治啦，出来处理一下，求求你们，好不好？哇塞，不要这样子啦，好好录一个节目，你们就好好讲嘛，你是这样子啊？不要抓狂，不要抓狂，谢谢你。对啊，这个是我的啦。沈玉玲，你脾气很大呀，老师。沈玉玲，我想好，你不要再打岔哦。好，我们就听他的版本，然后就。保姆就打电话给我，就是问候新年快乐，我女儿好不好？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炮，后面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加的。谁？没有唱山歌吗？没有唱山歌，就是上一次他把上次又加进来了啦。你刚刚明明。
明说我只唱这一首，那你告诉大家是唱哪一首？告诉大家唱哪一首？那是因为我保姆要唱歌给我的女儿听。你告诉我他唱哪一首？你不是说什么敲巧锣那一首？不是敲巧锣，因为我跟你讲，没有，我那天呐还没有唱歌给我听呐。你听我讲，要求求你好不好？他唱给小孩听，不也没有唱给小孩听，完全没这回事。他只把以前的拿出来讲。OK OK。他是因为他是平常都很少唱歌给我小朋友，我叫我小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唱一些儿歌或什么给他听，就他就跟我他唱给我女儿听，嘿，你唱三个我来对。哎，敲敲锣。那也是他讲的。所以你没有唱敲敲锣，是不是？你有硬配合他弹敲敲锣。不是，电话中没有唱山歌。他唱山歌。电话有唱啊。电话中有唱吗？没有。那是上一次，这次就打电话问候。好，然后好不好？新年快乐。来看看小朋友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有讲，就他一个人讲。他有真的回来工作了。他回来过年了。过年怎么待到上个礼拜？他回家不能这样上个礼拜吗？奇怪，哎，你要回家，你会马上就走吗？你们回家挂出去，你们是怎样啊？来，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开始。好 ，OK， 再见，你们对不起，对不起。好，那个对方辩友，你的时间结束了。你刚刚说我第十名，我要先走了，好不好？潘若迪，潘若迪，我让你，我让你回答，我不再让他插嘴。OK， 好，不要，我不讲话了。我不插，所以没有唱歌，没有唱歌。然后你有邀他泡澡吗？你，我可不可以邀？我可不是三个邀人家泡澡，我怎么邀那65岁人泡澡干什么？所以你没有邀他回来重新当保姆？没有，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在家里。然后他有到家里探望你女儿？有来看。那他到你家探望你女儿的时候有没有唱山歌？没有，那就给他一个红包。然后来家里跟小朋友玩一玩，然后就回家了，就很平常这样来看。到你家也没有泡澡？没有啦，谁大过年的到人家家去泡澡？你们可不有一种逻辑啊？那你我就哎，我就多么崇洋你，你是不是可以看谁会你来我家，你会我来我家泡澡吗？只有这个王八蛋会啊！初一不能洗，好，初二就可以了。他初二一大早就在你家泡澡了。哎，啊，不要玩。累了，停住。所以你刚才说，下一题说的标准是细心跟度量，都是细心啊，都是你先起我们的战火。所以潘若迪这样子算有度量吗？我有点吓到，对我就是他一般的印象就是有点。他刚刚爆炸，你吓到对不对？对 ，EQ 太差，对不对？对。OK， 所以这当中谁在你感觉是比较有度量？我觉得应该是祖雄吧。祖雄你哪里看得出来？对啊，什么？我说祖雄有一个很贴心的故事。OK， 是你女学员生病，然后你一直送药给她吃，对对，亲自到她家，对对对，然后等到她病痊愈之后，她就爱上你。有泡澡吗？不算爱上，没有唱歌，没有泡澡，就只是就是我会送那个柠檬原汁，还有一些就是生病的时候应该要喝的一些东西过去，然后他也没有说爱上我，他只是说要约我出去吃饭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子亲自到女生家送药，会不会有点太过头了？没有，就是送我就走了，就没有多留。可是呢，有一个不重要的排行是现场的男生们互投的，因为我认为他们在目前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嘛，就是一群幼稚鬼。什么跟谁？你哦，都是你，又是鬼，你们两个，哎呦，那你保姆看到还得了？你表舅妈那件事，好了，我在说印证那句，就是成熟跟年龄无关。哎，沈玉玲啊，完蛋。所以10个男生彼此投票的话，你觉得你排在前3吗？因为他们好像都见不得我好。哎，包，你怎么心思会这样子想我们呢？我觉得年轻人陈木要祖雄也好啊，因为他们单纯，所以他们可能会投我。那有的老屁股，对，我绝对不投给你，不要看我，我绝对不投给你哦。你不会投给我？不会。那你要不要告诉我？要不要跟你讲？我帮你投最后一名。我跟你讲，最后一名。我都绝对客观的啦，那个无缝就是说，
外国人，但外国人他算是长得不帅的那一种。什么可能？玉林哥，他也投你这位。玉林哥，你看，哎，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是啊，你看，你看，你看 ，Number Ten， 哎呦，你看，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今天又给挑战哦，嗯，因为这里的都是年轻人要选，对不对？如果对面阿嬷阿伯的话，你绝对是第一名。而且我今天说，如果你我输给你，嗯，哎呦，我这个输给你，你真的，我这个输给你，真的，有哇，赌好大，哇塞，赌好大，我已经中奖了，我经过金钟奖的同意，我把我的居留证，我把我的护照，嗯，炸掉，我要原来要结婚，我不接，这就不接，真的，你把芭比接了，我也会把芭比接。韩若也不是冤家不聚头，康永大动怒火，十个男明星互相投票，你把潘若迪放在第几？第一名啊，我拍给我自己啊，这个衣服。第二名，我给了你呀。你第二名给潘若老师，我给潘老师第二名啊。对呀，你看一下，我给谁第一名？嗯，给郑裕第一名。我给他第一名，你看他给我第二名。一个外国人拿多，所以送给你哦。如果赢得到的话，我觉得金钟奖送他还好。你说你要把居留证跟护照炸掉，而且打你，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结婚哦，他要结婚了，他要结婚了，不接。我去菲律宾主持节目，你为我这样做值得吗？你最近，不过你最近有要表演舞台剧吧？有，我们要表演舞台剧，也不演了，不演了，我离开台湾了。你要跟谁演？其实我们有一个新的舞台表演，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搞笑者们。你不要介绍，你也不去演了。除了吴凤之外，今天还有谁参加这个戏吗？有吴尊跟我，立冬，吴尊跟立冬也有。对对对，我们从4月24开始会进行一个月的舞台剧，北中南，十个男明星互相投票，你把潘若迪放在第几？第一名啊，我拍给我自己啊，这个衣服。第二名，第二名，我给了你呀、啊！你第二名给，你给潘老师，我给潘老师第二名啊，对呀、啊，你哎，有没有？看一下我给谁第一名？嗯，你给谁第一名？我给郑裕杰第一名，哈，我给他第一名，你看他给我第二名，那我刚刚还逼你，你听我。你给自己第几名？我给自己啊，我给自己第四名啊。这么客气？当然啊，因为有年轻的人。你第二名给谁？我第二名啊，我第二名是给纳豆啊，纳豆。哎，我这个是非常公正的，我跟你讲，我写的绝对是最公正。所以纳豆，你觉得在场的十位男明星互投的结果，你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以男生的魅力来讲，你会排在第几？我自己其实我自己给我自己第七名之后，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你会在后段班吗？对，我觉得我是后段。可是因为我最近跟我几个朋友聊天，他们说我有可能会进前五。然后就我自信就有变高。我们现在先看第四名，也就是前段班的哦。紧张哦，第四名，第四名，我们揭晓吧。准备哦，第四名就是。第一给你第二就是很高，还有人把你摆第一吗？我给他九名，我给他第二，我给他第二，第四，第四，你看他都，我给他真的怎么叫第四？第四，所以大家对你评价很高。对呀、啊，就是人缘好吧？对，男生觉得没关，但是这个没有很重要。OK， 哎，现在讲这种话，太不要命了。如果人缘，如果人缘好的话，你觉得韩智杰难道人缘不好吗？我觉得他人缘方面还不吃香。你人不好，是别人不熟悉他。对，不熟悉的会觉得我很难相处。其实他很好，其实我也难相处。他人很好。男明星的互相投票当中，陈木应该要很后面才行吧？因为辈分那么低。
可是他真的很帅，其他人年纪都比他长很多，他们会觉得年轻的男生还是有魅力。节目，你觉得你自己在前段班还是后段班？不是真的投票，是这个在场的男明星的户头。后段吧，因为我比较新人，就大家都是前辈，所以我在后面应该是应该的。好，那我们来揭晓是男明星户头的第六名哈。好，男明星户头的第六名是。哎呀，哎，第六名。前面是有四个在后面。他排在第六的意思是大家对他有一点防范之心吗？对，就是明明觉得他有魅力，可是又不甘心让一个新人出头，所以就是把又不好意思显得自己很小气，就摆在一个这种地方。对，谦虚哦。所以陈德烈，你把陈木摆在第几 ？OK， 我把他摆在第十。第十啊！哇，已经是被冲击了，相机都已经撞了，撞成故意的。怎么会那么小心眼呢？因为观感都改了，不是因为你干嘛打压年轻人呢？其他的艺人，我真的有觉得他们有他们魅力的地方。吴凤，我跟你讲哈，你刚才拿金钟奖座出来赌这件事情，不是用在这个排行榜上，是用在下一个排行榜上。Second round， 哎呦，这个只是在场的十个人互相投。OK， 下一个排行榜才是真正的网红。这个是好玩。这是 OK， 好呀，好呀。所以先不要紧张，好不好？哦 ，OK，OK，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排行榜的第七名。好，艺人户头的第七名是。也不错啊，你看，没有，我个人有一种个性，我就是真的很想要前面，用就是努力想要自信勾好，我觉得七名，我觉得我来说，有点后面对不对？我有一点不满意，可是还有三个人在你后面呢、啊，你还有机会不用那个，因为那个玉林哥一定在后面，但是我还是会觉得。兼职，心里有一点，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还可以。OK， 一正，你觉得你在哪里？我自己排，我自己是选我自己第六嘛。啊，这么客气，谦虚，这么帅，真的哎。还有什么好骗的？这么客气，第一名是陈德烈啊，第六已经被拿走了，你得往前吧，你不可能到后面嘛。到后面就太假了。讲真心话，你觉得自己是前三名？真心的啦，你自己前三有了。前三，我觉得我自己大概五六成。你有没有猜自己会是冠军呢？有啦。OK， 真的没有没有。吴尊，我们要揭晓是现场艺人的第三名。好，第三名是。看起来呢，帅与不帅这件事情不是绝对的哈，就是有一正跟大家都在前段班。嗯，我们帅与不帅 ，OK 啦 OK。哦，你是帅的吗？不是吗？我们这一区不是帅区吗？上面来，你是帅区里面的杂区。杂区，哎，岳云兄是。互相投的结果，现在只剩下前两名是你想要的，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对这个排行比较没有不在意吧，感觉不是不在意，很还是很在意，但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心。OK， 所以我觉得第二应该不是问题。什么逻辑啊？好厉害，玉林哥，你是在我的后面吧？哈，他们两个互投第一名啊，都是你先你。现场这十位互相投的第二名，给我们看一下吧。好，第二名到底会不会是玉林哥呢？陈木德来的，哎，陈德烈如果第二的话，沈玉玲可能第一啊。没有，但没办法了，但我在第八。我觉得玉玲哥，我觉得玉玲哥不是第一就是最后。对，我觉得他不是第一就是最后。对，我觉得你不是第一就是最后。命格是这种，所以如果真的在后三名也无所谓，对不对？没有，这一 round 还好，因为这个比较是属于同乐会性质的。这一 round 我会比较开心，比较重要啊。那个打分哦，是我要看第九名。第九名哦，哎呦哎呦哎呦，第九名哦，第九名，一二三啊啊！志杰，志杰哥，不会，你们对不是最后，不是最后，志杰哥不是最后 ，OK， 你们对新出现的客人真的很残忍，好残忍。我觉得就是他离开这个圈子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对他的熟悉度真的很少。对，跟我一样。想起他的很多事情都是红孩儿啦，以前那个家家福的时候那些。你现在是第三名。十年。他现在第三名，整个人很得意。大家长得姿态太一样。
在训话的。但是都给志杰哥第二名的，我是真的觉得志杰哥是很有自制能力的。纳豆，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第十名是谁吗？我的第十名哦，张立东啊。啊，正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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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张立东，嗯，你有打算不要第十名吗？我有打算吗？我很有强烈的这个打算的。你不想要？我觉得我应该，因为我是新人，然后在大家都是我大哥哥，所以我应该大哥哥，第八，我应该第八，因为大家会喜欢开我玩笑。你第八，谁会在你后面？谁第十呢？就我前面这一位。潘若迪排在第十，潘老师平常也请你吃饭是没错，可是这是魅力，怎么会这么残忍呢？对啊，你去潘老师那边给他跳免费的舞。陈雨妮冒昧提问，当场遭祖雄放人间。还没有揭晓的人有两个人，你们是熊跟玉林啊？有熊第一，不同，我觉得不一定。我们冒昧的请教你，你投我第几？我投第五个，第十名。觉得你在这里会第几？好难说，搞不好第一哦，搞不好第一，那位置是空的。我觉得很难，不可能。这个是真的是大家投的方式，其实真的不会很在意。再是下一趴，所以这个后三个人，所以我现在揭晓，如果第十是你，不会在意，对不对？第十是我的。那我要揭晓第十了。会。好，我们就看他们互投的第十名是谁吧，也就是最后一名哈，魅力最低的这个人。好的，一人互投最后一名是。啊！李总，我给你第三名哦。哎，沈玉敏，我现在只剩三个位置给你选了吧？第一第五第八，第一，一五八，拼的啦，一五八，这个数字都不错了哈。一五八，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所以应该是第八名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八吧，是不是沈玉敏？好，来，好，第八名是。我觉得你是为了伤害潘若迪才讲自己是第八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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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第八名是蛮糟的，没错。什么叫做蛮糟啊？你说蛮糟的，你们好到哪里去？蛮糟什么？但是潘若迪是不是让你失望了？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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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人每一个，我记得我跟你说，你看上面这一排，上面这一排就是帅的嘛。帅的，对，没有没有，对不怀好意而来。你我跟你讲，等20年后你还可以跟我像我这个样子，那基本上再来比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次为你办一个，就是20年后样子还 OK 的人，对，你就会第一名，对不对？当然，这是光芒枪木枪，对，还没有揭晓的人有两个人是祖雄，第一名的祖雄跟玉林啊，好难，哎呦，祖雄第一名吧，祖雄是第一名啊，有可能，但可是户头我觉得不一定啊，户头玉林各位第一名，对对对，冒昧的请教你，你投我第几名？我投他，我投玉林哥第十。我投你第七，因为像这种互投其实还蛮残忍的，因为你投第十，可能他就会记恨于你，所以我觉得玉林哥是 EQ 最高的，把他摆最后是最安全的。他会记恨的，还好还好还好，他现在手上节目不少，就完蛋了。哎，还行还行，就两条带状而已。还好，那我应该不要祖雄被他修理吗？他就是记恨。如果祖雄会是这个榜的第一的话，我很意外，现场的男生投出来会把祖雄投到第一去，这不是太好预料了吗？我觉得这一 round 可能是沈玉琳第一。对了，沈玉琳第一的，祖雄太年轻了，不一定不一定。所以现场的十个男生互投的结果，觉得魅力最强的第一名是谁呢？吴尊帮我们揭晓吧，会不会是沈玉琳啊？第一名是是谁给祖雄第一的？我给他第二，我给他第二，你知道蛮强的，平均分太高了，跑到第一去。因为照理说男明星不会觉得他，因为如果论作品，我很意外，所以他是平均分高了，他没有人真的给你第一，就是你刚好被拱上去。好，所以我们把这张放到底下来，好。下一位，哇塞，韩国人。
经过第一轮现场十位男艺人相互投票结果出炉之后，制作单位特别找了演艺圈56位女明星，还有将近3000位的街坊女生调查，究竟在异性的眼中谁能胜出，成为今天康熙调查局最有魅力男明星代表的。性感这件事情跟外表一定一样吗？请你讲一个在座的人是外表很好，可是没有那么性感。外表，我觉得韩志杰，外表他的五官很工整，可是你不会想要看到他全裸。而且下面穿丝袜，你知道吗？就穿蕾丝的那个。我记得他之前来康熙，好像他还说他也是维持肌肉哎。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种女生稍微变胖，他就会说你快点减个肥好不好啊？怎么让自己肥成这样的那种型的男生？我觉得我的特长是诚实。就你今天穿得很丑，就说你怎么穿这么丑？你看他就是那种，真的，我是厦门的，但是你今天很漂亮，我就说，哎，你今天真的很漂亮。可是通常这样子都太 boring。你有准备好你在第二个 round， 也就是近3000个网友的投票，我一定是你可能会很后面吊车尾的，我一定是吊车尾，后三名一定吊车尾。嗯，好，我们谢谢有2798位女生参加投票，56个女明星哈，来，我们看第七吧。好，第七名会是谁呢？啊，干嘛？就表示他空了三个名额，是要给另外三个倒霉的人呢？没有，我们还是基于说大家有一份那个有一份情谊在，他过关了我们也开心。对呀，我只透露一件事情，就是我手上拿到的摘要的网友对韩志杰的意见。我们为了保护他，我们就不讲负面的部分。可是负面的数量比正面数量多了3倍左右。网友陈慧静他说很帅很可爱，到现在依然保有令人羡慕的娃娃脸，所以这是当初红孩儿的粉丝，我想。然后玲玲说不管几岁都有魅力，尤其眼睛很迷人。Amber 说身材好，青春脸，加上年纪考量，第一名当之无愧，所以不错。倒是蛮好奇女明星们对她的评价是什么耶，因为我们不可能都访问到跟她同期的，就像你们这几个晚期的就不知道她是谁啊。但是我给她第5名哎，所以她才掉到这里。我也给她很前面，因为我觉得她跟一整个会让我觉得她很像那个金牌特务里面的那种很绅士的感觉。哦，对 ，OK， 陈希宇呢？我给她第3名。哦，那么前面呢？我给她第2。哎呦，前面呢，所以女明星的分数应该不错，所以她可能是败在网友那边哦。应该是，应该是。那你应该有勇气看女明星们对你的评价。OK 吧 ，OK。好，来播出来。我的第一名当然就是韩志杰啊！你看一下他们同团的另外2名，就是现在在演艺圈当红的那个男艺人。就已经走中了，但人家还可以保持这么好。我觉得韩志杰啊，就是这么多年来可以保持这样子，真的很不简单哎。客官哥，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怎么维持、怎么保持的。韩志杰，志杰哥，我之所以会把他排得很前面，是因为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红孩儿的歌，然后我就对于红孩儿其实有很好的印象。年轻的时候是红孩儿嘛，可是现在呢，虽然已经上了一点年纪，但是他的身材啊、他的外貌是所有里面团里面保养最好的。像红孩儿走中的人蛮多的，你知道国贤哥啊、柯凡哥啊、若君哥还好，但我没什么资格讲人家走中了。但是我觉得他好厉害，都没有走中。对现在而言，比较之下跟国贤哥比起来，国贤哥好像需要加油一点，因为国贤哥有点糟心。说真的，如果红孩儿没有他的话，就不成立了。那个团体顶多叫红十字会，因为叫大家做善事。我一开始看到韩志杰的时候，其实有眼睛一亮，但他就是我小时候的偶像，那过去了。说实话吧，其实如果我觉得跟他们比，我当然不会太名列前茅。可是跟我们那些走山的团员比，我一定是第一名嘛。对，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是拿你跟其他团队比，所以我也是要。就是我们下次我只能跟他们办一个红孩儿的排行。OK OK。那他就一定第一啊！纳豆啊，你会在倒数3个中间吗？我觉得不至于，大家都不可能。我先念一些网友对你的意见给你听。
先练没有信心，纳豆，你觉得不是？豆哥不可能的，豆哥，豆哥你要对自己有自信。纳豆，你可以听吧？你可以听，可以的吗？你其实蛮勇于跟网友互动的，对不对？对，而且其实很多就算会骂我的网友，我都会跟他聊天。陈奕奇这位小姐，给你只有四个字，就是童颜色狼。因为我真的没有特别色，我是跟一般男生。王怡婷给你的评价是你一直都在发情中，这个是有一点可能。香港妹妹用的字很重要，听吗？刚刚那个还不算重哦。那个是还好。香港妹妹说，觉得你每一秒都在用透视眼看女生，这太夸张了啦。所以这些都是来自一些误会，对不对？可能就是媒体的形象误会。OK， 所以你不好色。我觉得我跟正常男生一样。你要念几句好评啊？念完他又说我第一。纳豆哥，这是Joanne写的哈，他说纳豆哥，你的幽默感让你增高20公分。哦，多棒！好像蛮高的，幽默界的巨人。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说他像宠物。哎，好，温暖别人，你干嘛笑出来？他们是好的评价哎。那个吴尊先生，我们现在来揭晓是近3000名网友跟56位女明星投出来的第六名。对，好，揭晓第六名，第六名是。你的那个护照跟我准备了，要等一下要烧掉了。我准备等一下，你跟中奖先拿出来。等一下，你是不是觉得你可能会输给沈玉琳啊？我越来越担心了。没有，你先把奖放着，我随时要拿。我直接给你哦。没有，你先放着，放着嘛。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但是哦，谁？你？我要说他。可是。美丽啊，我觉得她真的很可爱，但是还是比较多年轻人在投的话，他们还是想要选比较年轻、比较。你们三位妹妹最近有演一个戏吗？有。纳豆有演吗？纳豆没有。上一季的我有，这一季的没有。所以你们这等一下，所以这个你们三个演的戏是《劲舞青春》，是跟跳舞有关吗？对，我们就是一个舞团的 dancer。夏雨欣会跳舞吧？很会，科班非常，所以你这样不是很吃香吗？没有啊，他们两个其实也还蛮会跳，我们就是在演戏之前，我们还要集训了一小段时间这样子。OK， 我们要看那个，我们现在来看纳豆他得到女明星的评价。我觉得第一名是纳豆哥，因为虽然他就是外表上真的没有很加分，但是他因为懂很多零零口口的小东西有的没的，然后很新奇很潮，我觉得他幽默风趣这一点会获得女生的好评。喜欢纳豆就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我就有欢乐。纳豆受欢迎的程度冠于天王。纳豆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这样子小小矮矮短短，他女人缘超好。因为我发现纳豆就是有他在的局啊，每次每个女生或男生都笑得好开心。为什么他非常有魅力呢？加上他每次带出去的妹都不一样哦。纳豆，我真的对不起你，因为呢，你的身高，还有你这头卷发，以及你的头这么大，我真的只能把你排在后面了。纳豆哥，你花名在外，只要听过你的消息，没有一个是好的。而且听说你谁都可以交的女朋友哇！哎，你现在12星座都交齐了吗？我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因为我交朋友就是很。我很愿意跟大家。所以你这个形象有要解释吗？还是就承认了？可是我觉得解释也没有用。你在收集12星座吗？我没有。他收集12生肖。不是，24节气。我觉得我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其实对女生都很好，没有要侵犯的意思。他是以冠军的身份在发言吗？不是，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私底下，你说完没有要侵犯的意思？没有要侵犯，只是逗他笑，是基本要求吧？这不是一个。可是你刚刚里面讲的，好像就是要把女生吃掉干嘛之类，完全没有，他完全不会。你说你一般最多学生会有500多位吗？502。所以运动完大家要去冲澡吗？要冲澡。一起？我没有，你帮他们去，他们去冲他们的澡，他们有去他们自己本身男女生的冲澡的地方，所以你不是好色的，
我当然不好奇。有啦，你有帮他们围浴巾啊？怎么没有？我什么时候帮他们围浴巾？不要乱讲了你。我有一次在那边冲冲冲完以后说来来来，哎，浴巾你就帮我围起来呀、啊。你跟女学员会有肢体上的碰触吗？没有，怎么会没有？人家那个女学员胸闷，她怎么样你知道吗？请问他是问我还是问你？不讲，你都不讲老实话。对，我不讲，你讲是老实话。女学员胸闷对不对？他这样敢弄在后面哦，来，老师帮你弄。这样弄，我看可能是出于，我跟你讲啊，他这可能出于专业吧。对，你讲对了，在我的教室。你上次被沈玉玲整过之后，你还跟他做朋友啊？我们后来也是有一起泡澡啊。你为什么还在讲那个？你们真的有一起泡澡吗？那个，因为那天他约的啦。真的有泡澡？我们去撒。在公布了两名演艺圈里面的男明星之后，到底其他八位的名字如何？千万别错过明天的《康熙来了》。